吗？你有，就是若隐若现，可有可无，可以忽略不计。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人体器官。几个字？一个字。上面还是下？上面，上面。嘴？不是。它是耳朵、眼睛、眉毛、鼻子，这都俩字儿。这怎么说呢？你这个就是微乎其微啊，可以说你在河北省你称第一没人敢称第二，你就是头子。我咋这么牛逼呢？对对对，你就这么牛逼呀、啊、这玩意儿我可以有，你闺蜜有啊？凭啥他有我没有啊？就怎么说，你闺蜜那属于说是孤掌难鸣啊。哎呀，孤掌难鸣什么东西，他什么叫孤掌难鸣？